喺陽光洋溢普照嘅環境之下，啱啱開始咗嘅呢一場咧，就係我哋今日嘅混合錦標賽初賽第四場嘅賽事。換句話嚟講咧，亦都係呢一個嘅錦標賽嘅最後一場嘅初賽啦。咁啊，面前見到嘅各隊隊伍咧，就會爭取頭三名嘅位置，因為咧頭三名咧就可以直接進入呢個嘅 semi final， 亦即係準決賽。我要看第七線有民安隊，而第八線咧就係匯陽。好啦，完成咗接近即係頭三分一嘅路段，咁睇到而家暫時帶出嚟啦，咁就係喺靠最遠我哋咧，最遠我哋嘅第八線啦，數嘅第三隻即係第六線嘅深水埗體育會。另外咧，仲有第三線飛星龍啦，咁啊，同埋咧黃錦錦呢邊第五線嘅東華三院咧，亦都係大家注意嘅。咁比較遠嘅八線咧，應該就係頭四名以內啊。咁但係見到速度越嚟越快咧，就係第六線嘅深水埗體育會。第五線咧，唔好話黃錦錦啦，直情好似香港天船一樣啊！東華三院啊，暫時速度好似慢咗落嚟喎，反而遠啲嘅八號線換陽，仲有咧呢個三號線嘅飛星龍咧，開始咧就可以到咧趕過呢個朋友東華三院走啦。哇！三組已經過咗頭啦，暫時咧一路已經係後上追過嚟嘅呢個天津深水埗體育會，三組嚟飛，最後呢幾下差埋嚟。有可能係啊！第三線嘅飛星龍憑住力後勁咧，好有可能可以過咗第六線嘅深水埗體育會咧，首先衝線啊！咁啊，而至於穩坐第三名咧，應該就係第五。